我们上次没有上完这个东东，我们继续来上。我们上次上到，这里，对，这张投影片有稍微做改变。所以当你要引用资料的时候，有两种引用方式，一就是你把人家的话一字不变的 copy paste 复制上去，这个就是第一个例子。这个时候呢，作者中间那个 and 符号就要写出来，他们出版年代放在括号里面，然后引号开始到引号结束之间的文字就是原文，完全没有差。如果有错字的话，可以帮他改一下错字。但是，然后如果譬如说它是，对，那其他就不要动，一模一样。那如果你需要调整人家的话语呢，要增加东西的时候，请用中括号。你们也许有看过键盘，有想过，哎，中括号是干嘛的？除了数学以外，还有什么作用？就是这个作用，在引文里面增加自己的文字，让文意更清楚。用中括号。那如果你要把他们的话省略一部分的话，请用三节号。三节号就是空格句点空格句点空格句点空格。那如果你引用人家的话，你要省略的是句尾的东西的话，那个三节号，如果刚好句子大句子也是在后面结束，所以譬如说没有页码的话，用四个句点，所以第一个空格之前先放一个句点，然后后面再放空格句点空格句点空格句点空格。那三节号可以省略什么东西呢？可以省略的幅度不限。我曾经看过有学术书籍用三节号省略了300多页。就是前半是譬如第七页，然后后半是第367页。那使用增补或是删节的原则，就是要忠于原文的精神，你不要扭曲人家的话。那如果要用自己的话来表示呢？如果你在行文中提到人名。就是写法跟上面第一个例子一样，如果你行文中没有提到人名，你就需要把人名加在那个年代前面，所以是人名 and 号人名逗点出版年代。这个 PowerPoint 有放在 Moodle 上啊，所以现在不没有背下来没关系，到时候写的时候可以上去下载，然后再参考。好，那如果你同一篇文章要引用一模一样的作者的超过一篇作品，也有特别的处理方式。首先要注意，所谓一模一样的作者，不只是人一样，如果超过一个人的话，连人名顺序也必须一样。有些学者他们在他们的学术生涯前后可能换过名字，或是调整过名字的拼字方式。只要没有一模一样，就不能用这样的方式。一定是一模一样的时候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陈列。好，那超过一篇作品顺序怎么决定呢？就是看作品年代先后。那如果年代一样的话，再用作品这个 title 的字母顺序排列。所以，譬如说，我这两个例子，同样的作者，同一年，第一个放的是作品是 U 开头的，第二个放的是 W 开头的，按照字母顺序。好，那如果是同一年代的话，才需要加那个年份后面的 A 跟 B，这样子你在行文引用的时候就可以说某某人，然后年代 A，年代 B，我们就知道你指的是哪一篇文章。那如果年代不同的话，就不用加 A 跟 B 来区分。至于第二个作品，或是如果引用同样的人超过两篇作品以下，第二、第三、第四篇作品，同样作者名字，请用三个 M dash，对，M dash 是长的那个，
最长的那个是 M 代，所以请用三个来代替人名。所以写法就是下面这两个例子。那反过来，如果你要引用的作品，作者超过三位的话，放在后面参考资料的写法就一样，就是不管有几个人，全部都要写出来。但是在行文之间呢，为了省略空间，请改用 at all， 这个是拉丁文，意思是以及其他人 and others， at alia 的缩写，所以那个 al 后面有一个句点，它是缩写。所以譬如说行文之中，如果你提到这篇文章的作者名字，提第一个人，然后以及其他人，这个时候你就不用这个时候就是句点，因为 al 是缩写，然后年代，这样子我们就知道说，哎，后面有一篇文章是很多人写的，然后第一作者是 Lachner， 我们就可以对照出来。那如果你行文之中没有提到人名的话，一样作者放那个括号里面，但是注意是句点加逗点，逗点本来就有嘛，如果放在括号里面应该是人名逗点年份，但是因为 L 是缩写，所以句点也必须放进去，所以是先句点后逗点。好，接下来我们讲了很多如何引用学术资料 的格式问题，接下来要判断的是何谓学术资料。你上网查，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学术资料还是给大众的读物？或是说你要如何去寻找学术资料？所以接下来跟你介绍几种方式。第一个是 Google Scholar， Google 有一个学术版的网页，然后你上去就可以找到，它的搜寻结果全部都是学术资料。或是如果你对于某一个主题有兴趣，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你可以去那个主题的维基页。维基百科的规定是每一项资料必须要有资料来源，所以你如果滑到最下面，你可以看它有没有提供学术资料。你也可以从既出版的文章或是书籍翻到最后面，人家的参考资料那边。然后看他引用了什么东西，从那边来开始找学术资料。那最后会提供你如何判断某一份期刊是不是学术期刊，以及某一本书籍是不是学术书籍的判断方式。这是 Google Scholar 的搜寻结果页面。你会看到，跟一般 Google 不一样的是，因为很多学术作品它其实是有被封起来，你要付费才能取得，或者是你要透过学术网络，像我们学校图书馆才能取得。所以主要画面这边，如果它没有像第一项这边有框起来说 PDF 的话，通常这些一般连结是把你带去期刊的页面。那期刊页面到底能不能取得呢？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一开始有一个这个，有没有？这个就是所谓的期刊页面。那这边 access options 它是红色的，代表说你没办法直接取得，你可能要透过我们图书馆的搜寻系统去搜寻这篇文章，然后登入你才能取得。或是 Google Scholar 它也会自动帮你找说有没有其他方式取得同样的档案，那就是列在右边这边。如果有的话，它就会列在右边。有时候右边不只是 PDF， 有时候会给你 Word 档。所以如果你很在乎页码的正确性的话，要这个小心检视。点进去之后，你要确定是可以引用的格式，有固定页码，然后有确切的出版年份跟期数卷数，才能做引用。好，所以这是 Google Scholar 的部分。这个是维基百科最后面，就是你打开维基页往下滑，滑到最下面，你可能会看到的两个区块。第一个区块 References， 它一定存在，每一篇维基百科也一定要有参考资料。
那但是你就不知道参考资料里面这些东西是不是学术的那个作品是可以引用的东西，所以如果下面有一个 sources and further reading，延伸阅读的话会更好，因为你看这边基本上全部都是学术资料。那即便你上面参考资料的部分不是学术资料，你还是可以点进去看，那些大众作品本身有没有再去引用学术资料，你就一路追查下去。好，这个是学术期刊的页面。如果你要必须要确定说它是不是学术作品的话，基本上长这个样子都是啦，但是为了确定有没有经过同侪互评 （peer review），找一下 journal info 这个标签，点一下 journal description，它里面应该会提到它是一个 peer review journal，这样你就知道这个是可以引用的学术资料。这个是比较正式常见的期刊页面，不一定，比较小的期刊未必长这个样子，但是你总是可以找到 journal description。或是 journal info 这一类的页面，去看一下它有没有提。如果它没有提到 peer review，那它就不算是学术资料。好，如果你找到的学术资料就是网络上找不到，然后我们图书馆也没有订购那种期刊的话，这是你可以参考的网页。这个网页不完全合法。但是如果你把你要的资料的那个 DOI 专属页面，或是它的网址，或是它的 title，贴进去搜寻，你点 open，如果有的话，这个资料库有的话，它就会直接给你 PDF。网址可以记一下，SCI 杠 HUB 点 SE。好，那学术书籍你要怎么判断是不是可以引用的学术书籍呢？要看出版社。基本上只要有提到某某大学出版社都是可以的。那除了大学出版社以外，另外几个常见的学术出版社这边有列给你。如果你做的主题跟教育、社会科学有关的话，最常见的应该是 Routledge 这个。好，那下面 Peter Lang 后面我加一个问号，原因是因为这个出版社要看，它同时有学术出版部门，然后也有自费出版部门，所以你看一下那本书，你可能翻开来看，或是你上网查一下作者是不是一个学者，翻开来看里面内容是否完善，还是就是单纯一个封面页，然后后面就开始了。基本上就是，譬如说，如果有明确，如果有，后面有参考资料，然后就是周遭的周围的资讯越多，它越有可能是学术书籍。但是如果是自费出版的话，通常就是封面、版权页目录，然后就直接开始进去正文。所以遇到 Peter Lang 出版的书籍，自己小心一下。那其他列在这边几个出版社，全部都是学术出版社。好，上完了。所以补充的部分有要提问吗？好。